好帮他拍照吗？没有啊。先帮你跟弟弟。对啊，然后你跟别人家也不知道打来打去啊。你是跟别人家这样打来打去。绿果冻又拍手了，拍手了，赶快进去。进去啊！他爸爸生气了，他两个在一直在跑，跟你，你跟你弟弟，你跟弟弟都一样。我们走去前面看看，然后看到他们玩这个也根本就看不到。哦，难得吧，也是一次，哎，这边再来。好吧，哎，前面还有吗？还有哈，哦对，前面还有，忘记了。我快玩在前面。前面还有。我快。他那个小，他的小 baby 想要喝奶的，但是他已经，对呀、啊，你看，跟人类一样，所以，哎，妈，安慰哥哥啦，应该是，好可爱，好可啊，他是同父异母，同父异母，对，啊，好可爱，你看，啊，哥哥。要弟弟背背，经常是弟弟要哥哥背，嗯，啊、哦、对，哇对，哎哥哥跟弟弟，也是很会玩啊，很感情，对，跟人类的小孩一样，哼。所以，元宝对，两个小兄弟，要哥哥背背啦，哦厉害，啊哥哥背，要。
其实我觉得讲到也吃饱了，所以他对他吃饱了，有点像哪里解说啊？对，终于对，终于对。那今天我们主要会讲一些关于，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金刚猩猩，一共有五只。那有看到最大只的那只是我们的爸爸，他叫老婆。那两个老婆会各生了一只小孩。那比较他们也长了很多的肌肉，就是吃肉，对不对？蛋白质要很高，所以它才有办法长肌肉。但其实不是哦，金刚猩猩主要呢还是以带出来他们平常会吃的植栽，我会在那个玻璃那边做喂食，大家也可以更近距离的看到动物在吃东西的样子。对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个是桑叶，那桑叶其实很多就是很多。